我们又一起冒险了，只是这一次的情况恐怕是相当的危险呢、啊。大地伤痕满布，泉水干涸枯竭，永远盛开的花草树木。凯凯曾经用这些赋予生命的水来创造及塑造潘达利亚上的所有生命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是这些水让恒春谷能百花盛开，流入四风峡的水创造出全世界最肥沃的农田。现在，上古之神的恶毒在这些水中成型了。如此邪恶的东西，摧毁它，别让它深入污染土壤，并腐化整个潘达利亚。太远了，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目标。你成功了，水又再次纯净了。你能感受到它们赋予生命的能量流过身体吗？恒春谷需要很长的时间赋予。
难道这就是……哦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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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金莲会，可是他们誓言以生命守护这里。你，如客若是你，对，如客实指，你记得我？你发生了什么事？如客不知道。我们只剩下绝望了，这是失败的最好惩罚。我懂了，这股煞能禁锢了他们的灵魂，不断重复经历他们的失败，它吸食他们的绝望。请帮我，这是比死亡更惨的命运。拜托了，英雄们，释放他们的灵魂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，守护者们来帮我，我们没有履行誓言。我们必须拯救横川谷，我们没有履行誓言。目标卢克需要帮忙。拯救横川谷，不安全。我们没有你。安息吧，亲爱的朋友们。希望你们的灵魂能够献出生命保护的大地，合而为一。再见，再见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目标。太惊人了，看来又是一间这些泰坦建造的殿堂。一定是史前时代就隐藏在这里，而且有着很好的理由。在前面的厅堂中，我们平静的大地下，上古之神的心脏沉睡着。停步！天哪，这是什么？你好，我是博学行者阿周。不能再让更多腐化侵入心脏的大厅。更多腐化？不，我们是来阻止腐化，拯救潘达利亚的。你们想要把腐化给净化吗？是的，请让我们通过。如果你们在这个时间穿过这道门，你们会失败。你们所有人都被阴险的骄傲给腐化了，你们趾高气扬地站在自己的成就上面，这会是你们的败因。想要击败腐化，你们必须先净化你们内心的腐化，等你们准备好面对内心的恶魔，再来跟我说话。很好，我会创造一个异常隔离你们的腐化，证明你们的价值
我就让你们过去。光明能净化，但绝不温和。准备好接受净化吧。证明了价值，我警告你们，你们的灵魂将会在接下来受到最大的考验。等准备好，你们就进入大厅吧。正在蔓延，必须在不可收拾之前净化碎片。大蓝珠，阿周，外来者是他们害的。别说话了，朋友，我带你去找治疗师。我会寻求帮助，尽可能的把煞缠住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无所谓，他来了，让你们的灵魂和心灵做好准备吧。来吧，面对我，臣服于傲慢。太远了，如此愚蠢，你要教我怎么灭掉。英雄们，你们还活着，我带援军来了。看来地狱吼的傲慢放出了最后一个煞，我一点都不惊讶。看哪，他把武器留在这了。邪吼之斧，这代表他的心智完全失常了。这不是新闻，摄政王，乌瑞恩国王的舰队在此刻正驶向奥格玛。我们也是，希瓦纳斯和我都派了舰队支援沃金的行动。我警告你，洛索玛，联盟将攻击奥格玛，而我们必会击败地狱后，你们的人最好别挡住我们的路。这一向是我的荣幸，普劳德摩尔女士。勇士们，跟我来，是时候解决跟我们大酋长之间的恩怨了。永隔森林的美永恒不朽，刃泉海湾的防御增强了，太阳之井啊，这是屠杀。英雄们，传到码头并摧毁他们的防御工事，阻止这场杀戮。我可以让你的死者复生，摄政王，你的游侠能再度作战。希瓦纳斯，你敢碰我们的死者，我现在就对你不客气。真遗憾，你没有奉献精神。那人类的尸体如何？我想那是你跟联盟之间的事了，对吧？起身吧，天使们，让你们恐怖的尖笑回荡在奥格玛的街道上。看。
卡尔洛斯已经没招了，对吧？说真的，我原本以为会更麻烦的。增援码头，路塔欧格尔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以为你们赢了吗？我们是兽人纯正的血统，由史上最强的大酋长率领我们，你们的血会染红这个港湾。马拉达什马拉诺瑞，很好，第一梯队已经登陆。看来龙侯已经跟卡尔洛斯同流合污了，光靠我的弓箭没有办法杀死那个怪物。用战术啊，黑暗女王，我们得重新布置海岸的防御。英雄们，把塔拿下来，把炮台对准云龙，把它从天上打下来。你们得留一些人守住滩头堡。龙侯士卒，夺回码头，把他们推进海里，以地狱侯及正统部落之名。赶快把他弄下来，让我用手掐死他。我要先找个目标。现在没有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士卒，前进！我要先找个目标。
为了地狱吼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跑这么远来送死？太远了。他们夺下哨塔了，把他打下来。离得太远了。把工程武器转向，把塔打下来，活埋他们。看来他正在攻击自己的塔。赢了，不可能赢这场。我们搞定一半了。我需要目标。我们的敌人会倒下。龙吼氏族前进。这么远来送死的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要先找的目标。这么远来送死的。我们的敌人会倒下。你跑这么远来送死的。我们的敌人会倒下。下一队前进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们的敌人会倒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需要目标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有时候我对自己都感到赞叹，龙掉下来了。你有注意到我们在它的正下方，对吧？为辛多雷带来荣耀。这场战斗真是让人终生难忘。哦，你还在啊？我本来有点希望你会死掉，你的尸体一定很帅。我姑且当这是一种赞美。很多很多商品。我们继续守住码头并指挥大局，沃金应该在奥格玛的城门口等你。哼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愿你路途平顺。
从未歇息。我们的伤亡太大了。别傻了，沃基，你没有攻城武器了，你不可能赢的。没有其他办法了，老兄，我们必须在此时此刻阻止卡尔洛斯，否则就得一辈子逃命了。也许我们新的援军能帮助我们。他们一定攻下码头了，哈哈，欢迎来到炼狱。也许终究还有希望。还有很多生意做。牛头人，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他们是英雄，这点毋庸置疑。愿大地之母祝福他们。那野兽死了。你们也许击败了我的战争机器，但是城门仍屹立不摇。今天你们拿不下奥格玛。安娜多拉。什么？克克隆，去城门那里，快！攻击他们，姐妹们，为了卡林多。泰兰达，别以为我们是来救你的，食人妖，我们是为了卡林多。趁我们引开敌人，快攻进城门里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，熊猫人？当下就是行动的时刻。大酋长无视我的建议，我发现他在怒焰裂谷底下建了一个基地，索尔和萨鲁法尔已经先下去了。小心前进，地狱侯在下面准备了不少东西，有哥布林佣兵、熊猫人神器，还有我的灵魂都能感觉到的某种黑暗之物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风暴，恶魔之暴，流整元素啊！我们做了什么？我无法再听见他们了。敌人终于来了，噬魂车，自由快活！我离得太远了。谢谢你，我也许伤痕累累，但仇恨在我心中熊熊燃烧。我多次在兽人手中倒下，但我一次次地爬了起来。但我不会再忍了，只要一个兽人敢再打我，我会劈开1000个兽人的头颅。苦难在此结束，我加摩尔会保护大家的。太远了。
看来要结束了。我们曾一起学习成长，很荣幸最终在战斗中与你们对战。龙草高，为了荣耀，为了部落。你是一个高贵的兽人，纳兹格宁武。很遗憾，我必须这么做，因为这是我的职责。很高兴是你击败我，希望你的力量能带领部落进入新的繁荣时代。作战，加摩尔会确保你的精神流传下去。为了部落，我的朋友。纳兹格尼姆失败了，科尔克隆，杀光这些入侵者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不会让大酋长失望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大酋长儿子十分光荣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卡尔洛斯一直藏着一整个秘密基地，他对力量的渴望到了什么地步啊？我们很快就会知道，他已经像被逼到死角的老鼠一样。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？贝恩，你和你的战士守住这个路口，这些英雄们要继续前进，把大酋长救出来。那你呢？上面有平民性命垂危，整座城市混乱不堪，我要阻止这场杀戮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好吧，我会没事的，贝恩，我们会找到索尔，杀死大酋长，替你的父亲报仇。愿大地之母护佑你，沃金。嘿，暗谋的命很硬的。
太远了。我要先找的目标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控制模组开始运作，请后退，检查资料中，先等一下好吗？哦，你这么做了，那可真的不是正确的输入码。启动 GB1110 世界末日级防御系统。哎，我们有划分好安全区域了吗？系统重置，模组一号达到50%。哎，系统重置需要两个模组才能完成。准备好系统重置。
们。我离得太远了。系统重置，模组二号达到50%。哎，系统重置需要两个模组才能完成。系统重置中，请勿关闭电源，否则可能会爆炸。系统已关闭，欢迎回来，工程机匠和影星。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天，出去时别撞到门。笼子里冲出来了，快用电极项圈控制它。直到它不能动为止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它把这搞得一团糟。太远了。
卖掉老格里斯的账吗？哎，看我们找到啥了？哦，看看，就是你们把我的破灭邪神打烂的。看看你们怎么应付大酋长最新的兵器——钢铁之心。干掉他！那玩意在真正的哥布林工程学前不值一提。哈哈哈哈哈！看来还有点本事，我去看看其他人怎么样了。阿格隆，让他们看看是谁说了算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好吧，山娜，轮到你了。看来我又得找新的助手了。是时候寓工作于娱乐了。不要以为你们赢了，我的遗愿会延续下去。啊，我亲的夜居，你们到了。有找到索尔吗？我受了重伤，他坚持要独自前进。告诉我上面的战况如何，纳兹格尼姆怎么样了，跟我说。哦，纳兹格尼姆很棒的领袖，极优秀的战士，他把对大酋长的誓言看得比生命还重。我试着告诉他，告诉他地狱吼背叛了我们，把自己身为大酋长对人民的责任抛弃了。但是纳兹格尼姆太忠心，太骄傲。该死的地狱吼，他的野心把部落撕裂了。去吧，去找索尔，结束这一切，我会没事的。看来兄弟们，唤醒者来了。他们居然能来到这里！我跟你说过，其他人需要为音波基因改造。我离得太远了，他们没有听到你的警告吗，杰鲁克？
臣服于比他们或他们的神更强大的力量。这不重要，上古之神不会忍受他们的入侵。我们经历了篡位者和他们的孩子，还有上古之神的消失，你们也将成为过去。我们会像以前屠杀熊猫人一样轻易杀死你们，然后上古之神会为螳螂人重建这个世界。来吧，泰坦之子，面对盛唐吧。来练习打靶吧。暴雪，熊猫啊，自己想花野人，你面对至高者，你们是怎么断了链子的？小丑，我们来一场吧！该死的甲壳，我的计算出错了，你还想什么新药吗？回去搞，你总来太久了。趁攻击的时候到了，要是最后这次把你送上西天，和我打得好，唤醒者，我们会再见的。太远了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卡尔洛斯现在还不止放下大酋长的权力，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地就结束，停止流血。哈，你完全忘记荣誉了吗？或者战场上的荣耀？你会跟人类妥协，还让术士在我们眼底使用他们的黑暗魔法？你这个弱者。我们是兽人的部落，正统的部落，我们若要死就鲜血淋漓地死在战场上，这才是兽人的活法。你已经不是兽人，除了自己不再为任何人发言，你背叛了我们的人民，缔造脆弱的联盟，而我会很高兴地把它撕碎。你这样让我别无选择了，我会改正许久之前犯下的错。风、土、水之灵啊，倾听我的呼唤，前来协助我。愚蠢，我的黑暗萨满已经折磨了几里之内的元素，他们已经无法听到你了。你再次证明你太过软弱无能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也许我是无能，但我并非孤军奋战。看来你们想要跟真正的兽人大酋长敌对，如你们所愿。